生命舞台发光的人不曾停下，还有好多梦想在伸展台外盘旋。披上胆识，踏上冒险旅程，一手驾驭未知方向，神态自若欣赏这座城市与灵感交错，去观察，去体验，去连接这个世界的美好，随笔记录创意的无限可能。你如何让自己发光？如何跳脱时空的框架，放大格局，冷静制胜，大胆前进？宁愿耗尽汗水，宁愿消磨坚强，可是换来希望跟一群电力充沛的伙伴。我们忙了又忙，我们偶尔荒唐，我们遇到难关都能共同闯，即使日以继夜，甚至有点疯狂，直到最后一刻，就是要倔强到底。大视野，大电力，大创新，我们成就的舞台当然更大更闪耀。追求卓越，志在超越。华为 Mate 20X 超大屏真旗舰。